九四加五年，清朝唱白国，一更博文李鸿章，牵马关条约，台澎割让苏城离台湾民主国，蓝地黄虎旗总统潘君松，黑旗将军刘永福也被乞讨里，苗栗事件与清方交八年时间，赛德克莫那绿岛领导无赦事件成遗憾，总督副土皇帝专制控台湾，企鹅保家制度警察一统管，为治理台湾后腾新平民政官，调查全台湾风俗教官，自来水下水道做防疫测试，总统府医学校培育好医师，创设了台湾银行发行银元券，紧急的措施。樟脑研究火柴烟鸦片又专卖，八天与一家南军五山头水库，提升技术种甘蔗成糖也王国，为农业台湾蓬莱蜜诞生，推动邮政贴邮票就帮你送信，纵贯铁路连港湾基隆到高雄，日月潭水力发电提供产业发展的电力，社大中学首师世界标准师，处理防腐专家体验新文明，看电影搭档秋光百货和公园，新奇之途进周秀观念，小学校公学校反同教育所，教育上不平等经济上一统，中干社给会社帮就是被供日本人获利，林献堂将为谁为民主争取，台湾议会设置青年的运动，创台湾文化协会办台湾民报，第一次开放议员选举，改姓名传和服推国与家庭，改神社改风俗推动黄宁化，为了二次大战争派台湾人民，历史的悲剧。